软硬程度，哎，一分就开了啊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做的是天津的经典老菜荷叶肉，来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甜面酱使不了这些啊，使不了这些，咱们知道怎样去调这个酱啊。黄酒，再加上白糖，搅均，下到锅里，上面呢扣上个小盖啊，小碟，这样的话呢蒸馏嘴不会往里滴啊。蒸上15分钟，全国各地做这个荷叶肉的方法很多很多啊，举不胜举。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荷叶呢下到锅里，用这个开水烫一下。在天津呢，人家这个要求要鲜荷叶啊，咱们有鲜荷叶，这个季节咱们就用这个干的啊做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就软了，软了呢把这个干荷叶放到碗里啊，咱用这个嘴泡上，看看这颜色也非常好啊，一看就知道这个荷叶的味儿非常浓。大致泡上15分钟，效果最佳。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大勺调成小火，之前啊把这个糯米用这个凉水洗一下，然后沥净水分啊，下锅里开始炒。哎，火别太旺，必须呢把米呢炒至金黄色，这样的话呢能上来特殊的那种米的香味啊。现在炒至这个颜色呢刚刚要上点黄啊，过上3分钟以后我们再看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颜色上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呢这个时间到了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蒸一下呢？黄酒啊有个特殊的香味，再加上糖和这个面酱溶解在一块儿，把面酱那个余味排出去，吃的非常香啊。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把这个肉用烤箱烤一下，可以呢烤的火大一点啊，让它糊一点，这样呢能把这个汗腺味往下除一除，哎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样啊洗干净了，接下来用清水再洗一下，把水分啊往出转一转，撸一撸啊。好了，来朋友们看一下啊，现在开始切，现在有5公分厚度啊，然后呢说长度呢10公分、8公分都可以，这就根据咱们自己在家随便怎么去做啊。这个下料的标准啊，都是根据个人来定，调味的标准呢就不一样了啊。这是天津的制作方法啊，使用的调料，你比如说有使甜面酱呢，还有不用甜面酱啊，用这个香蕉汁儿，还有用这个腐乳汁儿、红方汁儿啊等等，不一样。天津这个呢，使姜啊，调料使姜不使花椒，使大料啊，大料粉或者大料水。而呢，很多地方呢使的呢和这个是截然不同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呢看一下这个天津的味道啊，主要是尝尝人这个味儿啊，非常不错。哎，朋友们看。放到碗里，把荷叶切一下，先把这荷叶展开，这是8张，放在盘里待用。把姜切成细末，大料水，
甜面酱、酱油、味精，开始抓拌，让这个料汁尽量的啊都渗透到主料里面去。料酒再放上点，再加上点细盐。好了，拌均，多抓一会儿啊，让这个汁水呢都渗透到主料里面去。往上沾这个米粒儿，上屉一蒸，汁水又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呢，正好挂在这个米粒上，效果是最佳啊。现在这个粘稠劲儿就可以了，看一下，不是哩哩啦啦那糖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为了呢，干这个活呢更舒服点，是这样啊，给它擀成那个米粉状，半米粉啊，不是纯米粉，半粒儿，打两半，看啊，这样。用这个瓶子，要有那个叫破壁机啊，或者那个打容器啊，打一下也行，别打太细了，别太碎了啊，就像我擀这样，哎，效果最好。这样，现在位置的可以了，位置上个15多分钟、20分钟，效果才好啊。然后这个时间再往里加点水，这个时候嘴巴要大一点，哎，看看就会里面有这些水。这个水呢，为了呢沾这个米粉啊，看看这样啊，动一动，让它沾足了米粒啊，这样。这样除了呢不带这个白疖子。什么叫白疖子呢？就这个水分呢不足，像做那个米饭似的假生了。折回来，折回来，这样这个效果最好的。最后一个，做个圆的，来，朋友们看啊，这么放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上面整些米粉，先这样处理一下。蒸40分钟，来，朋友们，时间到，荷叶的香味非常非常的浓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荷叶肉是天津的美食制作方法啊，一个地方一个要求，一个地方一个要求，做法呢多种多样啊。比如说这种按天津的做，把米呢这是擀碎了，这种又叫荷叶肉，也可以叫荷叶粉蒸肉啊。其他的版本就有荷叶粉蒸肉，里面有加豆腐乳的啊，还有加香蕉乳的等等一些个制作方法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做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好，并且呢说这是把这个米擀碎的，不擀碎也可以直接整粒粘，粘完以后包好放到盘子里，里面加上汤调好的红汤，往顶上一浇，上屉蒸，也是40分钟。中间蒸至25分钟的时候，再把这个拿出来，翻个个，都翻个个，然后再蒸，以免啥呢？这个米出来带白茬。什么叫白茬？就没吸收到水分，米粒没胀开，不粘不香，入口吃的还硬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。擀成粉状了，这个肉啊是非常好的啊。再看一下啊，软硬程度，哎，一分就开了啊。但这个肉不是很酥烂，接近酥烂。这个呢使用的是五花肉，也可以用呢猪头、猪脖那个2刀、3刀、4刀那个肉叫梅头肉
做这个效果更好啊。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吗，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